前直播，所以说很辛苦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叫好看。嗯，这小云端啊。找到一个打个药，还剩一个吧，我再给你找出来。45000到了，各位，我们往上冲冲了。他现在这个榜一是他大号，他用的是那个小号开播的，叫小云端，这个是云端小趴菜。我还有47个人，不倒了吧？找不到了。走，带他走吧。跟他打一把，媳妇儿是你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是我，是我，来上车。媳妇儿，我泥沙出来了。泥沙？可以坐在这里面吗？嗯，泥沙泥蛋。可以。泥蛋。可以坐后备箱。哦。不行，最后一个老六他不漏了。我们把空投给他吧。不找了，不找了，怎么不找了？给他吧。你舔过包了没啊？我舔过了，我有一个，我有个奶茶。没有奶茶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够。够了，够了。够了，我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一把。今天。让我捡什么？今天你这吃几把鸡了？我今天就吃了。又吃了一嘴的鸡毛，又吃了一嘴的鸡毛，然后全是杀十几个，然后被人给拗死了。可以啊，很强了。嗯，可以了。好了，空投开不了，空投一共3个人，你开吧，你开我来摇。好，那你可不可以先开一下媳妇，我也打个摇。 OK。谢大平送来的一直陪伴我，感谢大平老板，谢谢大平。我原来就一个晚上的楼就是为了这一颗，我是真没想的，我能把你遇到了我。我这刚开播第二把，我去，有几个月没撞了吧？这里有个。我的天哪，这有个人。下来吧。